欢迎跟我一起来边看边说，我们先来看一遍吧。这段男生为女生系鞋带、女生鞠躬表示感谢的视频在网上引起了热议。男生为女生蹲下系了个鞋带，哎呦，这系的还是一个标准的蝴蝶结形状，这手艺真好。女生轻轻地鞠了个躬表示感谢，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孔子年代的儒雅。男生和女生款款的风度，看着真是让人如沐春风啊。行一礼，行一礼，来跟着叔叔学。对，低头要弯腰的，再带